即便居民遭拒，也不影响妈妈对孩子的爱。艺人嘉佑杰近日为14岁儿子在高尔夫球场举办盛大的庆生趴，并感性发问喊话：“宝贝儿子，14岁了，多读点书，少看一点手机。哎，爸爸妈妈爱你。”不过生日趴最大亮点是，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夫妇双双出席，郭董更毫无偶包的和小孩打篮球，连嘉佑杰都打趣说：“郭董打篮球没错，不是高尔夫球，打得虎虎生风，把小孩都干掉了，超帅的。”也因为翟永杰日前才到慈济拜访证严法师，被网友笑亏。昨天见到上人，今天是郭董，明天大概会轮到张忠谋或刘德印，挤满民间一秒捐赠者。